友子，何佩嘉和梁信燕的孫阮浩宗已經拍拖了半年，而何佩嘉就在活動時表示，但這個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來的啦，在娛樂圈是人都知道的，我不知道，你表示為何我不知道是你不認的，為何我不知道的，不是他是一個很好的很好人，很好的朋友，跟住他同埋佢講真，佢喺演技上面啊，或者喺好多方面都比我入行好耐啦。咁啊，係一個好有經驗嘅演員咁樣，希望都佢好可以未來都可以做得更加好啦。即係否認，即係否認呢個戀情啊！你係到而家都係應該係話應該係話暫時想，即係我其實入行三年都是想專注翻工作，同埋作為一個藝人，都想觀眾去留意翻你嘅作品噶嘛。咁講真，你嘅感情生活或者你嘅私生活係點？其實即係作為藝人都未必話想咁高調去處理。如果有戀情嘅話，都會低調咯。